儿来，快点快点，把这个种子有点碍事。来，放上。行行，好好啊，好好好，开始了，老铁，开始了。来，黑屏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别，我这怎么计时的？哎呀，看怎么秒表，不好意思，秒表。一二三，开始。弄紧张了。哎，给小辣椒点波关注啊！哎，慢点慢，没事，完不成也不取关，你放心吧。大家都看到了你的努力，看到了你的努力，你不没必要，不是别这样，慢慢来，我得闻一下吧。你们真坏，不要逗人家笑啊！好好好，咱们给小辣椒点波关注，右下角给现在是点三，给他点了点四啊，觉得他够拼的，够努力的，咱不管他一分钟吃完没吃完，老铁们都挺够拼的，都不容易，老铁，他从东北来的时候，说实话那欠着账来的啊，现在来到我这里那个稍微赚点钱也都还账了，挺不容易的，老铁们给小辣椒点波关注啊，现在是点三，点了点四，到了咋到了，老铁，好。非常努，非常棒，好，没事，关注了吗？来，再造一个也没点上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再加点绝活，怎么能让它快点进去？怎么能快点进去？快点一分钟吃完它。我有这绝活，我啊，你也不会啊？那你学会了吗？我天生我的嗓子眼粗。那你学会了吗？没有。到了吗，老铁？咱们再点一波呗。给小辣椒点一点啊！忘了，再接着。刚变成四，刚变成点三是吧？尝出啥味了吗？肉味。吃肥了，对，他主要是那个瘦肉太多，瘦肉太多。不过你这个嗓子应该不用试。到了，也能一分钟吃了吧？是吧？到了吗，老铁？我看着是到了呀。到了是吧？感谢抱拳了，老铁。不管是咱再练练行不行，老铁？回头整个小一点的。50秒。那个，咱不管那啥，挺努力的啊。咱们都点一波，好不好？然后咱再回下头再练练，回头再给你们整，再给你们整，好不好？谢谢啊，抱拳了，老铁。